你是把店里这些未婚，你得好好啃。李毅，女士，你看我有没有点重影啊？丧偶的 VIP 客人都介绍给你，你长得爹，像我去世的老婆。你太低估不着啊！欢迎光临。你好，能一起吃个便饭吗？你看你，头发涂有才，长得帅。你看胡亚朵多可爱。还有梨窝呢。<笑>大脑袋也挺可爱的。我觉得这个陆先生跟你还是真般配呀、啊。开心就是喝不醉了。要不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？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这是我老公思成，这是我老公陆明。 我是捞海底最会扯的员工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不可以借你们卫生间用一下？你快去！不可以，没关系，可以憋。